看看新闻网。都说夏日是女星们展露身段的最好季节，但近日好男儿选手乔任梁出席某时尚杂志发布会剪裁仪式的时候，却意外地选择了一件并不清凉的风衣来到了现场。我倒觉得今天穿的可能是比如说稳重一点，包括有我自己的一个味道，然后他给我挑了这一件。我说真的是春夏款吗？他说真的是春夏款，他说不信你看。说好吧，就是有点热，但后头的一个散热的系统还挺好的。能够在高达40度高温下穿着将全身都包裹住的风衣，看来对于时尚，乔任梁的品味确实与众不同。时尚的话，其实只要穿在自己身上，自信，包括不要去盲目的跟风，你觉得自己的肤色，自己喜欢的颜色，自己的喜好，然后结合着当下当季流行的一些元素，这样穿出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就是最好的。男明星虽然也有爱美食，但在保持自己形象的同时，如何穿出夏天的清凉感才是时尚界的最高境界。